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在工作之前，我们要剪个头发，因为现在头发太长了。长了，然后下面有很多毛躁的地方，今天就全都要剪掉，要剪个差不多这么长，十多厘米吧，没事，多剪点。现在像个侠女。现在眉毛有了。没有眉毛，没有眉毛，没画呢。付费素材有。像侠女。这男的好厉害啊！好长呀、啊，我手机都录不下来，我给他。哎呦我的妈！放下。干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缩上去一点。嗯。下面吧。可以，可以。现在都没有办法转一个圈了，这个头发。对，剪短了之后显得头发更多了。看吧，还是高兴的。